今天登记完之后，是不是再也不会有换这样的传闻？很多传闻都不攻自破吧，哈。我们好像走过了，艰难险阻啊，一山接一山啊，有的时候真的是高山峻岭啊，汗流浃背，这个呕心沥血，我们只有全力以赴，才对得起我们现在所承担的责任。嗯，一切真的越来越好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嗯，其实刚刚我讲了嘛，哈，我们步伐坚定，然后党越来越团结，团结合作，后市看涨啊，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奇迹。今天登记完之后，是不是再也不会有换这样的传闻？很多传闻都不攻自破吧，哈。今天姚文智带着蔡英文主席亲自签名的政党推荐书，来到这里登记为台北市长候选人。我们对于过去的风风雨雨，我们都把它放下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要以百米冲刺的精神来赢得市长的选战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心无挂碍，毫无悬念，团结一致，支持姚文智赢得年底的选战。